有粉丝留言想要一只100多的茶杯犬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去看看100多可以买到什么样的茶杯犬。哎，这老板你怎么端着小狗干啥？出牙卖不出去吗？我的天哪，天热，这么好看的小狗我看一看行不行？来，咱们去这个凉饮地方吧，找找还是这边好，这边凉快呀，是吧？来，咱们拿出来看一看。哟，这一只棕红色的挺漂亮的，咱们来挑两个。哎，这一个小苹果脸，这个漂亮。来，再看一下这个肉鼻子，这个不好看，肉鼻子不好看。哎，这个也是肉鼻子，我的天哪，咋治的？生着难道没有墨水了吗？哎，这个漂亮。来，咱们这拿出来这三个给它对比一下啊，像这一只还有这一只颜色比较红啊，这一只有点偏香槟色，长出来也是挺漂亮的。这是1、2、3，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漂亮的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啊！我个人感觉，我还是喜欢浅一点香槟色，但是一般大部分人会喜欢这个深色的棕红爆款啊。来，咱们来问一问老板，像这个小狗什么价呀？300。我的天哪！你知道为啥你带过来卖不掉吗？要的太贵了。像这种小狗诚心一点，你看冒着这几十度的太阳，这么热，是不是30多度的天，太阳晒你晒得太轻了。这样我也不少给你，这个小狗100块钱给我带回家养养玩，行不行？不卖。我的天哪，这小狗你们看怎么样？我觉得还挺漂亮的，身上的毛发卷得挺好，眼睛也特别的大，毛量卷得也特别好。你这样我也不少给你加20行不行？120，现在没有你要的这个行情了，你说吧，最低多少钱我听听。280。280，我的天哪，是280还是280？你不要瞎要价，对不对？再让点，我合适我就给你带走了。没法让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也不少给你150，你看行不行？哎呦，这么热的天，你看是吧，小狗跟着我就回家享福去了，一定给他吹空调，凉凉爽爽，也不要跟着你受罪了。这么多的小狗，我看颜色还不一样，这是两窝小狗吗？哦，那这个肯定长不大，小体的，成年它妈妈也就3斤左右嘛，差不多。哦，漂亮啊，离我和我们粉丝想的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区别啊。你这样我也不少给你160，顺顺利利的，行不行？再涨。这样吧，我最后给你一口，能让我带着我就带，180，你发我也发，行吧？给我一个养养丸。好，给粉丝选一个，太漂亮了。